三場我哋因為對東方南華同埋永倫啦，咁主要都係練翻啲防守啊、對抗性。咁相對嚟講，之前啲比賽擺力係會差啲嘅。咁但係今日我哋嘅防守做到，啲快攻做到，保護到籃板。咁相對嚟講咧，我哋譬如啲快攻啊、啲快球擺得好咧，其實成隊波今日會打得比較流暢嘅。咁整體表現我哋得分都好平均啦，同埋每一個出到嚟其實都交到功課，所以今日場波贏都係成隊波嘅功勞嚟嘅。好開心嘅，因為講真唔係好多呢啲咁緊張嘅機會嘅。咁但係即係自己打咗咁耐咁多年啦，其實心理質素呢啲嘢。罰球呢啲情況咧，唔會太大壓力。咁主要覺得罰球都係心理質素多，唔會話啲技術啊或者一啲其他層面。咁平常心入咗咪開心，唔入咪繼續守波咯。